松创意调，今天要教大家做一杯有荔枝味道的调酒。首先会用到这个伏特加，还会用到蜜梨香甜酒、柠檬汁，然后这是茉莉绿茶冷泡好的，然后这是蛋白，要用一颗，可以先把它分装好。啊，这是荔枝果酱。好，首先呢，准备这个 shaker 杯，加入我们的蛋白，就一颗啦，然后放入这个我们的弹簧，这个从那个隔冰器上面拆就有了。好，放弹簧，然后用这个 shaker 杯，先做一次干摇杖。干摇荡主要就是让它有这个泡沫，这就不用。好，接下来放入我们的荔枝果酱，依照个人喜好添加。我这可能要再加一点。然后加伏特加，伏特加的话，我大概放45cc。这时候因为它是果酱，所以我会先拌一拌。然后再加我们的蜜梨香甜酒。大概15cc，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柠檬汁，一样差不多15cc， 然后加入我们的茉莉绿茶，大概60cc。再搅一搅，很好喝。好，然后就 shake， 然后我杯子用这个，这种杯子。绵密的这个泡沫，就是因为蛋白的关系。然后再放上我们的装饰物，就是干燥的柠檬。然后我们再撒上一点果干。好，这一杯就完成了。